我右手要起来，如果我这样拿的话，我是不是用手拿，用手拿起来，用手把这个重量拿起来？我现在右手要起来的时候，我是，你看，我是这样起来，靠握的力量，因为这边弱，因为这个弱，你看，因为弱它起了，听不懂？好，现在左要起，现在假如左要起的话，左要起是我右，你看我的右缓弱，左是不是就起了？啊，听到没有？